迎你收听由奇闻琴声出品的精品小说《香川风流小神医》，作者色墨，演播咖啡猫不喝咖啡，还有一德斯。第二十二章，傻仔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自己的阿嫂的。沈秋月没拒绝石头仔啊，只是耷低头跑咗去厨房嗰度，同阿石头仔攞啲煎饼过嚟，望住阿石头仔吟吟吟咁食啊。哎呀，你食慢啲啦，唔够嘅话我再煎俾你啊，睇住啃亲啊。沈秋月讲完之后呢，帮阿石头仔攞碗米汤过嚟，就放咗喺佢眼前啫。而家啲日子过到呢有滋有味咁啦。食完饭之后呢，阿石头仔佢开始炼丹，将需要嘅材料全部洗干净，同隔篱屋借咗个砂锅，就开始学人煲药啦。等到煲到差唔多嘅时候呢，响入边加啲咩淀粉啊，搞到浆糊咁一撇咁，冷却落嚟之后呢，用只手搓下搓下，搓到一粒粒朱古力麦丽素咁就差唔多噶啦。哇，石头仔啊，呢、这个闻起身好香喎、啊！沈秋月帮阿石头仔喺度搓啲丹啦，闻住啲丹药香味，哇，好醒神啊！点啊，香唔香啊？以后煮饭嗰阵放一粒嘅话，啲饭就即刻好鬼死香噶啦！我听你嘅，听日我将呢啲丹药攞到去镇度，俾如盈姐嘅饭店，话唔定以后嗰佢卖得好好。查实呢个呢就唔系石头仔最终目标嚟嘅。呢啲调料喺市场上边会形成一个效应。当人哋觉得唔放呢隻调料嘅时候，就会食到啲嘢冇滋冇味。咁就好似盐一样，呢样嘢就会变到好值钱啊。肯定会赚到自己甩晒裤咁啊。哇，石头仔你而家咁把炮咁做得嘢，以后啊肯定好多女仔鍾意你啦。到时候阿姐我呢都唔拖累你啦，你放心就得啦。石头仔太做得嘢啦，令到沈秋月好 Q 冇安全感，竟然有一啲啲谂我一啲啲嘅失落添。石头仔及晒沈秋月，好认真好认真咁讲。讲乜嘢啊，无论咩时候我都会好好咁照顾你同埋阿娃㗎啦，绝对唔会做啲对唔住你同埋阿娃嘅事㗎。沈秋月感动到啊，啲眼泪掉晒落嚟啦。佢而家谂唔到咁长远嘅事啊，只系眼前嘅生活同阿石头仔好好地一齐过就得啦。第二日嘛，村民活动中心里边聚住好多嘅人。阿村长夏富贵作为公证人，监督阿石头仔同阿杨大田做比试，响阿夏富贵面前放住卫生所嘅锁匙。今日边个赢咗个卫生所嘅锁匙就插去边个度㗎啦。杨大田好有信心啊，寻日杨大田呢已经准备好杀手锏啦。要搞冧呢个傻仔简直係二个借火啦。各位乡亲，今日喺个杨大田同埋石头比试嘅时候，边个输够咗㗎嘛，唔单止唔可以喺桃源村度行医，以后亦都要嗌对方叫爷爷。嗱，而家各位乡亲做个证人啦、啊、吓！喂，杨大田，你前日输咗俾石头，你都冇嗌佢阿爷啦。就响呢一个时候，村上边阿黄铁柱当住全村人嘅面噏咗咁样一句话，围住嚟睇热闹嗰班人呢，咔咔声咁笑啊！杨铁柱，注意你嘅讲嘅嘢吓，得罪我杨大田。以后你有咩头晕身痛，咪使知谂住我会依你啊！你含啦，咁鸠贱格，咁鸠小气，咁鸠阴森。前日啊，我脚痛啊，去镇嘅卫生院嗰度睇病啊，一副中药先13蚊啊，喺你嗰度要成60几蚊啊！你条咁嘅冚家铲啊！我再喺你嗰度睇病嘅话，我就真系傻叉、啊。哎呀，冇错啊，杨大田，你个心系刻骨勒骨咁噶，怪唔得你啊，生唔到仔啦，就算生到仔，可能都冇屎忽啦。一个大妈都系咁讲啊，呢单嘢对杨大田嚟讲，哇，真系伤害好大噶、啊，触及到杨大田条底裤啊，唔系底线啊。李大心，黄铁柱，我而家宣布，
将你哋两个拉入到黑名单，再都唔同你哋执样。杨大田讲呢句说话之后咧，好多村民就唔肯笑啦。村里边就得阿杨大田一粒医生，村上边流传住话傻仔石头识医人啫，但系大家唔系好 sure 噶啫。而家得罪杨大田，其实真系好蠢噶。万一以后头晕身庆，咁啊真系唔可以开玩笑噶。望见啲村民唔讲嘢啦，杨大田好得戚咁啤住阿夏富贵。呢、这个时候夏富贵动咗起身啊！好啦好啦，比赛开始啦吓！啲、村民而家可以免费就诊，到最后就可以睇下边个嘅医术更加之犀利。本集嘅内容已经全部播讲完毕啦，唔好走住，麻烦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关注、评个分，俾个五粒小星星咧，仲要关注咖啡猫不喝咖啡同埋一得斯。欢迎你收听由奇闻琴声出品的精品小说《向串风流小神医》，作者色墨，演播咖啡猫不喝咖啡，仲有一得斯。第23章，包医百病的特效药啊。夏林林都在旁边啊，眼金金咁及住石头仔，有啲戥佢担心添。啊，唔知点解呢，夏林林而家对石头仔啲嘢呢查实真係好上心㗎。就好似心里面真係有个石头仔那么一啲嘅位置。哎呀唔得啊，石头仔个傻仔嚟㗎嘛，点可以真係鍾意石头仔㗎，就算我自己肯啊，我阿爸阿妈都唔肯啦。夏林林喺个心里边就暗暗沉沉咁啊，马上将嗰啲爱情嘅小火苗咧一夜扑熄佢啊！嗱，老大心，你把嘴咁勾贱，应该系上火噶啦。我同你执得去中药啦，你饮咗之后三分钟之内，杨大田攞自己杀手锏啊，放咗阿刘大婶面前。阿刘大婶有啲唔系好相信啦。杨大田今次为咗成为村上面唯一嘅村医，真系搏晒老命噶啦！呢种特效药咧，佢喺师兄嗰度攞噶，一袋要成嚿水噶，而家免费送，查实好肉赤噶咯。之但系一谂到羊毛嘛，系出喺羊身上嘅，等搞掂咗个石头仔之后，再控台下啲药价，到时候咪翻翻嚟，再加埋每年喺村民手里边抽取嘅医疗保险。呢啲损失根本上系十十岁啦。吓，系咪真噶？咁我而家试下。刘大婶讲完之后，咕一声饮咗剂中药，一阵间就真系眨下眼咋。刘大婶佢果然就冇事啦。哇，系真噶！杨大田啲医术太高明啦，你快啲嚟睇下，杨大田佢免费派药啊！一剂就搞定啦，仲免费添啊！你睇我嘴上边个泡冇晒啦。刘大婶咁嗌一嗌之后咧，之前喺个石头仔嗰度排队嗰啲咧，冚唪唥冲晒杨大田嗰边。今次令阿沈秋月同埋夏林林都蹬晒脚咁急啦。沈秋月急到咧，扑去阿石头仔嗰度问：喂，石头啊，点算啊？杨大田嘅医术好似真系好犀利。石头仔攞个鼻索咗下，就马上知道对方啲药系咩成分啊，就嚟化学式都写埋出嚟嗰种啊。因为嗰个药方查实系阿石头仔16岁嗰年发明嘅，当时仲攞咗咩世界医学大奖添。只不过咧，已经好几年过咗去啦。以前系林家嘅天才啊，而家嘛做咗桃源村嘅傻仔，所以可以讲咧系冇啦冇楞噶啦。如果话有啲咩拉楞嘅话，咁就系而家硬净嗰啲咯。迟早嘛，要翻去自己家族里边同自己嘅亲生老母攞翻个公道嘅。秋月姐啊，你去帮个杨大田嗌多啲患者过去啊，
尽量叫多啲啊吓。呢个药嘅成本其实唔低嘅，杨大田手里边嘅药咧肯定系有限嘅，到时候攞唔到药嗰班村民就会对杨大田极其不满啊！到时会唔会插死佢都未知啊！哎，石头仔啊，你系咪又傻翻啊？佢而家争紧你饭碗啊！你唔单止唔心急，仲要我去帮佢，你咩道理嚟噶？沈秋月真系谂极都谂唔明啦，干脆反个白眼俾阿石头仔添。阿嫂啊，你只需要按住我讲嘅做，今日卫生室嘅锁匙一定系我哋嘅。沈秋月望见石头仔咁 Q 自信，于是乎好无奈咁叹咗啖气，然之后嘛，按照阿石头仔讲嘅去做就系啦。诶、哎，大家各位乡亲啊，杨大田免费发药啊，包医百病噶，冇病嘅都去攞一份先啦、啊。家中常备啊，以后有咩头晕身庆啊，咩咳嗽啊，阳咗啊，都可以医好噶，机不可失啦、啊。沈秋月咁嗌咗下之后咧，真系有病冇病都去杨大田嗰度排队攞药啊。杨大田嬲到就嚟喷血噶啦，一袋成嚿水噶，啱先发咗十几份啊，千几蚊就咁冇咗啦。而家排咗几百人嗰条长队。哇！如果而家话唔派嘅话，啲村民会唔会捅佢菊花噶？但系如果继续派嘅话，自己菊花都就嚟不保咯。石头，你条唔家阵阴我！杨大田就顶唔顺噶啦，直接唔理啲村民点睇啦，行到石头仔面前，一嘢揦住个衫领，准备要揼 Q 佢噶啦。本集嘅内容已经全部播讲完毕啦。唔好走住，麻烦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关注、评个分，俾个五粒小星星咧。仲要关注咖啡猫不喝咖啡同埋一得斯。欢迎你收听由奇闻琴声出品嘅精品小说。向串风流小神医，作者色墨，演播咖啡猫不喝咖啡，仲有一得斯。第24章，美女救傻医。杨大田打人啊，打人啊！石头仔佢傻傻更更咁，扮到好惊好惊，震腾腾咁就嚟赖咁啊！同情弱小嘛，系正常人嘅正常表现嚟嘅，所以一只二只咧，指住阿杨大田喺度嬲。哇！杨大田你搞乜嘢啊？放低石头仔先啦！你有个正常嘅虾个傻嘅，你系咪人嚟噶？哎呀，咪就系咯，杨大田，啱先见到你免费派药，仲以为做翻个好人添，做乜眨下眼又要咁黑人噶？真系啊，太唔要面啦！哎呀，唔可以黑细路仔，唔可以黑残障人士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杨大田啊，啲村民你一句我一句，全部帮住石头仔讲嘢，杨大田佢就嚟要癫啦！明明阿石头仔阴佢噶嘛，点解变成佢黑 Q 人噶？唔通就系因为石头仔系傻嘅，所以其他人啊帮助晒。而家杨大田自己都想做傻仔啊！杨大田，你俾副特效药俾我，我要人性好运啊！就响呢个时候，李茂才咧包到成只木乃伊咁行咗过嚟，响村民活动中心中间咧，嘣咚一声同阿杨大田跪低咗，求紧阿杨大田啊！呢两日李茂才想死嘅心都出咗嚟啦，寻日开车去县城里边啦，都未嚟得切去帮人救兵，就觉得成身上下边 Q 度都痕啦。去医院检查，咩事都冇啊，只但系成身上下痕到搵失足妇女去拗都拗唔掂啊。医院里边怀疑咧，佢得咗啲好罕见嘅传染病，要将佢隔离添。佢连夜逃走噶，翻去桃园村里边，完全唔敢见人啊。听见阿杨大田有特效药，即刻冲过嚟求阿杨大田同佢执翻剂啊！
哇，你一样大田，我扑你个臭街，我嘅一下子冇认到你。你做乜柒啊？你个咁嘅够款啊？我送梅药俾你。杨大田讲完之后，放开阿石头仔，马上攞剂特效药出嚟递俾阿李茂才。唔得啊，佢嘅病唔可以食药噶，唔系会搞出人命啊！李茂才而家嘅情况咧，石头仔系再清楚不过噶啦。前日李茂才去咗沈秋月屋企恰 Q 阿沈秋月，石头仔先同阿李茂才搞咗督咁嘅嘢嘅啫。寻日嘅病情发作啦。只要嘛，喺屋企里边自己拗自己拗七日，个病自然就好噶啦。之但系而家如果食咗特效药嘅话，就会刺激病情啦。到时心脏骤停，屈 Q 咗都似啊！杨大田，唔好听嗰条冚家阵，嗰条冚家阵同我有仇嘅，你咪想等住我恨死啊！快啲俾个特效药俾我啊！李茂才成块面都写住快啲救我啊！而杨大田呢？就啤住阿石头仔啦！你老尾啊，咁质疑我嘅药，你算老几啊？等下我撩咗李茂才，你就输，到时候就乖乖地咁样叫我阿爷。杨大田自然唔会信阿石头仔讲嘢噶啦，将个特效药递俾阿李茂才。李茂才攞特效药之后，直接抌晒落个嘴里边自由啊！咕噜咕噜咕噜咕，连汤带汁乜 Q 都吞晒入去。啊，唔使三分钟啦，李茂才觉得自己边 Q 到都唔痕啦喎。我好晒，我好晒啦，杨大田真系神医啊！李茂才嗨到炸咁，啲乡亲呢都马上动晒大拇指出嚟赞啦杨大田嘅医术。咁铺啊，杨大田真系就嚟得戚到要飞上天噶啦！哎呀，杨神医啊，真系杨神医啊，求下你啊，俾剂药我啊！哎，我都要剂啊！啲村民嘛，一个二个摊大手板攞特效药。虽然杨大田咧就觉得，唉，真系好难搞啊！之但系名气咧打出去啦，于是乎咧就开始开空头支票啦。今日嘅损失，以后一定要刮翻嚟啊！各位乡亲，唔好急，今日我带过嚟嘅特效药有限，冇办法满足所有嘅村民。但系我杨大田保证，今日翻去之后一定会同大家准备一副特效药，到时候你哋就去我屋企度攞药。杨大田讲完呢句之后，所有人都拍烂晒手掌啊！杨大田嘅巅峰时刻到咗噶啦，拧转头啤住阿石头仔：喂，石头，系男人嘅就跪低落嚟叫我阿爷，唔好俾啲乡亲睇唔起你啊！杨大田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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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行近，啲村民想帮石头仔讲嘢噶，之但系谂起啊杨大田嗰啲特效药，得罪杨大田嘅话攞唔到特效药，唉，算啦，大家都系唔好出声就算啦。你老尾，快啲跪低同杨神医嗌嘢啊！唔系嘅话，今日有排你受啊，咁得罪我李茂才。这个时候李茂才都啤Q住阿石头仔，全场只有阿夏琳琳睇唔过眼，准备要发烂咗啦。本集嘅内容已经全部播讲完毕啦，唔好走住，麻烦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关注、评个分，俾个五粒小星星咧。仲要关注咖啡猫不喝咖啡同埋一得先。